一场比赛的第一个 play 就用火锅，哇，这边马上来了，然后以为他要灌篮，没有了。朱家贤，这一个战术其实蛮成功的哦。真的，熊熊以为杰丹尼尔要有一点时间差，因为杰丹尼尔没有想到，你会从那边开始投。对，好会挤。刚才投进三分球的是16号的陈奕璇，杰丹尼尔跳进来，哎呦，哇哦！有时候才会出现。前面四个打一个，太轻松了。对，而且从现在开始，哇！杰丹尼尔被盖火锅，可惜只有真。同当然除了球龄比较长，他身体的对抗性的一个强度也比较高。